娘，停住您送别的脚步吧。为了帮我们洗补衣服，能吃吃拉住啊。我问你话呢，你聋了？我们回家休息吧。崇拜我吗？啊？你崇拜我吗？但是还是想请你站好最后一班岗。荣大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做？那朱老师，现在就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。